南韩娱乐圈人脉王金希澈好友遍布全韩娱，他也曾爆料自己的手机通讯录里存了6000人，可见人脉超广。而金希澈对于通讯录里的人名备注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，在认识的哥哥里他就公开过，比如用了只有他能看得懂的绰号。 Brown Eye Girls 的成员孙佳仁在金希澈的手机里被标记成眼线，完美 get 到孙佳仁妆容的精髓。而最近在我家的熊孩子中被 Super Junior 的队友们爆出他又多了另一套备注法则，像是萱美备注为 Gashna 萱美，因为萱美的 solo 代表歌曲就是 Gashna，宋智孝则是 Running Man 宋智孝，演员申贤俊是光脚的申贤俊，男神金秀贤则是来自星星的金秀贤。金希澈担心搞混同名的人，于是在大家名字前面都加了简单易懂的代表作，让人看了都觉得相当有趣。不过我们一般人完全没有宇宙大明星金希澈这种烦恼，谁的手机通讯录里能存6000人啊？